鱼来去，我把别个肘子掐过去，千万的事。我鱼我都够了，那么好，路是肯定是有路的上去。嗯，来干嘛？金环看到没有？来来，有一个金环，来来房顶上面，是吧？很近这一窝，就是这个位置，看到没有？8月8号的第四窝在这个位置，其实就是，等下，退出一下，又是一个吃货，你瞧，哎呦喂，看到没有？喂，看到没有？给他放一标，我操，这没有风水的没有，知道有风水兄弟们看没有？要不水都不用，就拿个肉出来，把那个肉锁了吗？来，上标，有风水都不用开，我靠，来了两个，啊，就那个拿那个肉，对对对，就拿这个，来给他吃。我靠，我有回音，对，他在帮我开车。有回音，退出一下，不用药水。那下雨，下雨，等会儿吧，等会儿。反正我就在这上面，我想等雨停下，用无人机看看怎么上去的吧。远都是不是很远，这么猖狂的，你看我刚进新车来了两个，啊，这个应该是这个庙的最后面。开个无人机上去看有没有从那个路上去，啊，这个位置，哎，它是一个竹子里面，如果是可以的话，因为这窝应该是比较旺的，你知道吧？比较旺的。那下雨天，要不开个用水试一下，飞一标，确定一下，送得到，反正要开无人机的，试一下下。放这里啊，下了点雨，这会儿。这都没落后海。嗯。这都没落后海。你看瓦下去了，兄弟们。啊啊。是不是？你能不能还有？哦，瓦下去了，雨。嗯，来了，大肉。嗯，不是来了吗？哎，我刚看他来了。好畅快的，这个车如果不下雨的话，不淋一下的话，我估计这个车跑到哪里都能又封着不？看到这个车就能又封，用水都不用开。刚才我一过来就看到那边飞了一个。你现在这个是直接赶过来的，回来了吗？回哪里？哦，回。我落雨干嘛回？啊？回来啊？你遇到了？马蜂啊！马蜂飞过去，你看。刚才虫子飞到我那空了。你看那里。哦，来我来吧。哇，这个很大个。我咋好猛啊！直接咬上吗？直接扑上去，拿镖。哎呀，我提着钩子，咱俩。怎么搂过去的？嗯。
就是个窝。这窝明星在这里边。没有啊，没有。放心，妈的，这狗叫找不见，找不久了，找不见。三个，我，我的，谁打？我操！这么多，我顶了顶了我的腰啊！喂，在外头啊！还能搁我衣服好呀？嗯？还能搁我衣服好？搁我应该挺大，那个四五个，看没有？感谢水果的代发，感谢。这窝其实我又到了，对，我是想看一下，我顺便想用无人机看一下这窝，哪里好上去一点。顺便再飞一遍啊，因为我一过站过，一开车门一出来就马上就把它锁上来了，都没开用水，所以又一下四五个了是吧？返航点已刷新，请留意返航位置。不要，我难麻烦。我一水牛上去，啊，那边有个水牛上去，嗯，可以。好家伙，下什么？差不多了，啊，差不多了。对，这个，好。行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那就没事没事，没关系的。放不放？放，再放吧。加钱吧，或者就米吧，火呀火呀喽，继续。没啥的，没啥的哦，好，那飞吧。千万不要上树，这种下雨天要上树的话就完了，上树肯定是沾羽毛的。直接回家吧。还有老凤在里吗？玉不？还有，先老家房备用吧，捞个备用吧。哦，上树了。嗯，没挂住。无人机都不用动，直接抬云台就可以了。条路上去，你说不远吧，它还是有点远哦。就这么进去了？嗯，没错。就这个点，上次也是标点是一样的了吧？标点是一样的。你小心点啊，知道吗？捞一下捞到，别捞不到，没捞到的话干自己一下。那叫繁殖啊。